今日呢又同大家食一间劲抵食嘅火锅放题。先讲下呢个火锅放题有几抵。咁呢个火锅放题呢就五市六日假期限定，每位89元免加一。而今日食嘅呢间呢就系、是、熊本牛锅。不过呢间铺呢就有两间分店嘅。而呢个五市自助火锅放题呢就只限元朗店限定。同其他的日式火锅放题呢相近似，五市就有这个定量肉食的火锅放题，它呢就跟一碟肉可以选牛肩胛或者黑豚肉。不过不同的呢就是一般的日式定量肉食的火锅放题很多时都是只有60分钟，吃得非常赶，这里呢好少少有75分钟，而且89元呢是免加一的实价，六日假期89元俾你任饮任食75分钟。咁间铺咧就开12:30，咁我哋咧早咗少少到，咁个职员咧都俾我哋入去坐住等。咁先讲下间餐厅嘅位置啦。咁间餐厅咧就是、一个新新地嘅屋苑，细就嘅商场里面。咁呢个商场咧就靠近元朗嘅朗平站。由朗平站行过嚟咧，都系几分钟嘅啫。就喺朗平站嘅 E 出口落到地面之后咧，向前一直行，行到大桥路嘅呢个位置，望到呢个新新地嘅屋苑咧，行入去就系噶啦。另外咧，如果你喺大马路嗰边过嚟咧，就可以沿住呢度一直行，行到尾，望到呢啲新新地嘅大厦咧，就系噶啦。大家同我一齐行下。由轻铁站的这些位置一直向内街行，一直行，行到这里过埋条马路，转一个弯就到了。那个餐厅环境呢都挺好的，位置呢都挺阔落，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坐了这个4人的卡位，都挺松动。那我们去那天呢就星期日的下午来的，一开门呢我们就入了，去到中途呢其实都70-80%满了。看一下周围的环境，咁其实佢除咗呢个定量肉食嘅五市放题之外呢，佢仲有正常嘅放题嘅，咁就145元起90分钟，去到最贵嘅呢300多元都有。汤底嘅选择呢都 OK 嘅，有啲都几有特色，好似係萝卜豚骨浓汤、和风味噌汤、泰式冬阴功汤、潮汕沙爹风味、昆布汤、番茄薯仔豚骨浓汤、寿喜烧同埋四川麻辣汤。咁呢度咧就单拼嘅，如果你揀双拼嘅话咧就加20元。另外咧佢仲有款鲜龙虾浓汤，不过咧就要加30元。咁我哋咧就揀咗呢个泰式冬阴功汤底。好，再同大家出去睇下咩食。咁出边嘅食物选择咧，火锅嘅配料咧几丰富。有不同的菜啦、菇啦、丸啦、饺啦、蟹柳、肠、枝竹、蒟蒻、山根、响铃、豆腐、炸午餐肉，净是丸啊都有10多款，而且呢有些都挺特色的。丸类的选择呢非常丰富啊，好像有这个蟹粉包、白鱼蛋、炸腐皮角、沙拉龙虾丸、芝士鱼豆腐、麻辣老肉丸、仿海胆包心丸、猪骨龙汁贡丸、芝心狮子丸、芋泥包心丸、鲜味炸鱼角、韩式鱼糕、墨鱼丸、炙烧芝士丸、鱼腐，多款不同的瓜啦，有这个萝卜、芋丝、海带、冬瓜、秋葵、番茄，仲有羽衣甘蓝、唐山菜、皇帝菜、娃娃菜、豆腐泡。另外菇呢就有鲜冬菇、黑木耳、金菇、袖珍菇、鸡髀菇等等。另外仲有鸡肉、蒟蒻、鸡蛋、拉面。而热食呢就有两款，一款呢就是炸薯仔粒粒，另外呢就是这个日式咖喱饭。看看这个咖喱饭几跳动。
选择上呢，以80几蚊嘅火锅放题嚟讲呢，真係非常丰富㗎啦。另外呢，就仲有多款唔同嘅飲品，睇下啲早嘅飲品柜选择几丰富，有普通嘅汽水啦，韩式嘅汽水啦，罐装嘅茶，台式嘅飲品，韩式嘅飲品，好似呢啲丝丝柠檬啊，柚子汽水，仙草爽，姜母茶，调味呢就係呢啲正常嘅蒜啦、葱啦、盐西、辣椒、麻酱等等。另外呢，呢度仲有样特别少少嘅，就係仲有雪糕俾你任食，而且唔係啲最平价嘅雪糕，係 Dryas 嘅雪糕，係俾你任笔任食啊。每样火锅配料落啲，开餐先嚟个汤底，个冬阴功汤呢就係咁嘅，都算几香。当然就冇虾冇剩啦，但係材料上呢，啲冬阴功嘅配料呢都齐嘅，个味呢都似係冬阴功，酸酸辣辣咁样呢几唔错。肉呢我哋就要咗一碟牛同一碟猪，就係咁啦。个牛呢大大块，个油花呢都唔错，而呢个猪呢就细细片咁样一大碟，望落呢两款嘅肉类呢都几好，呢个价钱嚟讲呢几唔错㗎啦。睇下我哋攞咗几大碟火锅配料，仲有呢个炸薯仔粒粒，开餐。呢个炸薯仔粒粒呢唔错嘅，应该都係啱啱炸起，都熱都脆嘅，不过选择呢就少啲，得一款。另外个日式咖喱饭呢，我哋攞嗰下呢未整好啊，咁去到中途呢都饱饱地，所以就冇攞啦。啊，都提多样啦，咁我哋未夠12:30呢已经入座，咁等到佢安排落单呢，其实都12:70咗緊㗎啦。但呢出面呢其实就未完全准备好嘅，大概都係80-90%嘢挤好，陆陆续续呢都仲挤緊嘢出嚟嘅。大家如果想一次过攞齐所有嘢呢，可以迟多几个字先入座呢，选择上呢会更加丰富。睇下各式嘅火锅配料都几靓仔嘅，几款唔同嘅丸呢都几优质，菇、菜、瓜都新鲜，蟹柳呢都系靓少少嘅蟹柳，仲有鸡，而鸡肉呢都系任食，唔系放题肉类嘅选择，系任你钳任你食嘅。牛扒叶都有几款嘅饺，菜呢就都有好几款，仲有唔同嘅豆腐类产品啊，有枝竹、腐竹、响铃、山根、豆泡、鱼腐等等。睇啲菜几靓仔，牛肉呢几唔错，肉质几好，肥瘦适中，油花都唔错，肉味都 OK 嘅，大大块，口感十足，几好。猪呢就略嫌细块咗少少，可能切大块啲呢就会好啲。啲猪嘅肉质呢都唔错，肥瘦适中，都唔鞋嘅，不过就细块啲咯。个枝竹唔错，睇下啲丸流心嘅，个狮子狗呢都有个芝士馅，呢、这个呢就啲芋泥嚟嘅，呢款呢就系啲仿海胆，个云吞同饺呢都 OK， 一般嘅馅啦，都有虾嘅，不过就细细只，粟米都几甜，萝卜都几好，呢款丸呢都有啲芝士喺里面啊，睇下呢款呢就爆浆添，个豆腐都 OK 滑嘅，个鸡都正常 OK。几款嘅鱼蛋啊、鱼腐啊都几好，仲有呢个炸午餐肉添，唔错。个午餐肉呢几香脆，都几好，唔系啲炸嘅货色啊。牛扒叶就正常啦，番茄都 OK。另外几款菇呢都几好，几款唔同嘅菜洗得几干净，亦都几翠绿啊。睇下，仲有啲不知名嘅丸啊，我都冇逐样研究啦。唔同嘅蔬菜、瓜、唔同嘅丸、菇。仲有呢个炸午餐肉添啊，比较少见。粉面类呢，今次我哋就冇食啦，因为已经非常丰富，非常饱啦。加只蛋，睇下几丰富。食完一碟又一碟嘅火锅配料，我哋呢两碟肉啊，食到最尾啊，竟然都仲有大半碟喺度。猪呢，其实我觉得佢大片少少咧就会好啲，而家咧实在太细块啦。睇下啲饮品，我哋饮完一罐又一罐，最终两个人饮咗咁多。犀利啊！最后就梗系食埋个雪糕啦，三款口味嘅 Dryas 雪糕自己滗，最推介咧就呢只士多啤梨味，真系大大粒士多啤梨喺里面噶，睇下。另外个朱古力啊、曲奇妙脆啊都几好，
咁攞嘢食嘅位置咧，就望到厨房里面嘅。我见佢啲菜咧，真系几用心洗嘅，洗得几干净。另外，其实佢仲有啤酒嘅，不过午市咧就冇嘅，要晚市先有。仲有一样咧，就可以改善少少，就系咧，咁呢度加汤咧就自助形式，自己出去攞个壶添加嘅。另外咧，仲有热茶，不过咧，我哋想斟嗰下，竟然个茶壶冇水啊！呢样就争啲。咁整体嚟讲咧，我对呢个熊本牛窝咧，呢、这个午市定量肉食嘅火锅放题咧，非常满意，性价比非常之高，唔似一般定量火锅放题咧，60分钟，呢度有75分钟，相对咧食得冇咁赶，而且肉类嘅质素唔错。火锅配料的选择也都非常丰富，有多款不同的饮品任饮，还有 Dryers 的雪糕任食，非常满足的一餐，挺推介大家来试一下。埋单两位免加一，178元，即是平均一位实实在在89元，有75分钟来吃，非常之值。基本上他都没有特别催你的，是大概还有10分8分钟的时候呢，就话差唔多够钟埋张单先，同我之前嗰次咧食呢个牛大人不断俾佢追咧，完全唔同啊！下次再同大家试食过其他嘢啦，拜拜。